山下来的义勇兵吧，幸会。哦，您说这个，这些都是奴家越过的书物，尽管已是散乱不堪，可奴家就是停不下来。 便是那讨伐黄金的义勇兵，这腥风血雨的生活一定很是辛苦。若是喜欢此处，四处走走便是。您是随红巾一同前来的？此行不易，请不必拘谨。这山中虽偏僻，希望您能喜欢。
别来无恙。哎，恩公莫非已不记得小人了？先前于洛阳的监牢幸得恩公相救，如今小人能够平安归来，全是拜恩公所赐，感激不尽。哎，对了，恩公瞧那件孽帖，甚是讨喜吧？这可爱的模样，真叫人感到有朝气啊！看的人合不拢嘴。初为一时之解，其人重名誉而得重心，只可惜疑心太重，优柔寡断，往往错失时机。二等如何进来的？可疑之人速速离开！
黄金灭亡之后，战火仍未熄灭，各地诸侯也开始招兵买马，蠢蠢欲动，必须赶在第二个张角出现之前迅速行事。
凡人皆惧死，必须尽快抓捕张让，收缴丹药。
是阁下更胜一筹。
本侯正忙着呢，来者何人？张公公别来无恙，不知散播可疑丹药之人可是公公您？如今证据确凿，何从狡辩？已经沦为妖魔，你这无礼之徒，本侯府邸岂容人说来便来？既然不请自来，本侯就收下尔等之气吧。
你毫无识破的机会。要的是钱财、宝物、女人，是丹药。那边分你一半。
有了这些，要筑起万世之业也非难事。看来有人抢先一步，从今往后这天下定将更加混乱。若此乃天意也罢，曹某当奉陪到底，直至扑灭战乱之火。眼下大汉天命飘摇，内外交困，将来只怕不知会有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。既如此，曹某当为国家讨贼立功，还天下以太平安定。英雄莫问出处，贤才不论清浊，而若欲建功立业，曹某当显出相迎。看我等如朱雀一般浴火腾飞，直冲云霄。请示募兵备战。孟德，就等你一声令下了，该到我等乔沛子弟大显身手之时了。就在张让遭到诛杀之后，丹药不翼而飞。与此同时，性情残暴的董卓以强大的兵力掌控了京师。袁绍和曹操怀疑董卓与丹药有所关联，决定起兵讨伐董卓。在两颗将星的号召下，无数光辉集结而来，结成了足有十八路大军的反董卓联盟。
斥尔等啊。此次也为我军奋勇立功吧。务必要小心。姑娘可是叫红晶，不知能否前往照顾我军伤员。你让洒家带着丹药退往梅坞？是，就由吕布阻挡敌军，为义父争取时间。那就交给你了，吕布。自诸位离开之后，京师遭遇了巨大动乱。并州牧董卓率军以武力控制了朝廷。看来有很多伤员，治疗就交给我。听说孙将军仍在前方奋战，你若赶到那里，或许能帮上忙。